等了整整一个礼拜，总算可以见占星师了。我们到底要不要救人啊？一直在这边等，一直在这边等，人都要死了。害羞害羞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聊天。我没读过你的书，但大学里每个人都很兴奋，或许有点太兴奋了。他们把它叫做一股清流。现在他们想要看续集，所以我们得接着写。什么东西啊？要金书了啦！顺便说一下，如果你想写点东西，我很乐意购买。哎，那你直接卖我封面好不好？直接卖我封面好不好？哎，只有同一叠纸，没有这个银封面，先买一个银封面好啦，先买一个，反正我有钱嘛，也不知道怎么花。这个怎么写得出来啦？金书哎、欸！我天哪，你们虐待人哦！赶快回家！我要写出金书，就要有金饰。我现在没有金饰啊，我的金饰不够啊！哇，那个商人日没有忘了跟他买，你们都在搞我吗？金书，金书，金一叠子，这样子写不写的才67%，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，写不出来。那我自己写嘞，自己写，我写得出来，自己写，写出金一叠子，太棒了！接下来要做什么？做书籍，做。哎，如果我有宝石匠，我可以做出更好的书。哎，他们都只看封面而已，内容不是重点呐。宝石匠要150点，那个我的那个什么僵尸拼命在写作，应该有吧，有好多本哦，写太多出来了吧？你们也太认真了。好了，把书学完，我有600点呢，好多、哦。最好的朋友宝石匠，叮，这样我有咯，可以做出美轮美奂的书籍了。美轮美奂，90%。帅哦，制作下去了啦，90%还失败，那我是不是就把这台游戏砍了？有没有？做完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传送石还不能用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已经写出书来了。传送石还不能用，你等我。哎咻，我赶工，把书写出来了。交谈一下，我为你写了一本金书啦，这是书，看起来很不错哎、欸。我们马上开启冒险的旅程了。啊，要怎样？又要等？开启冒险的旅程又要等？你要等什么啦？又要等了？太可恶了！草莓女士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家老头子太没有用了，对不起你。你家老头子不知道在搞什么鬼，救人救成这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不过你再等一下，我已经应付完他了。最后几天了，你再等等。月亮日了，我又等了一个礼拜。人生有几个一个礼拜值得我耗在这里上面啊？我今天就慢慢的走去灯塔，好不好？提前先走，反正我也没事。来了，跟你讲话。我不知道你写的什么，但我的教授职位已经完全恢复了，甚至还晋升了。啊，最重要的是院长签署了探险文件。但我有一个最后的问题，我需要有贵族证明的人陪着我。我是贵族。通常找那个人不是问题，但要考虑我的现在的处境很敏感，只能是你了。你去给我弄到贵族证明，我就指望你了。我有贵族证明，好不好？来，贵族证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走，走啊！我派人叫我的女儿，她将在三堡附近与我们会合。哎，开始皇家探险。来了，皇家探险。
我们有皇家大学文件，我们得去古老的遗迹，考察古老遗迹。你可以通过，但我要向司令官大人报告你们在这里。哎，哎呦，没这个必要吧，勇士，让他睡吧，我们会早上跟他说的。谢谢你帮我们。哎，我是贵族，可以找找看。哇，格纳在哪里？过了这么礼拜，早就死了。哎，没有，在这里。他应该在路旁的营地里。哎，真的？瓦格纳，你还没死哦。哇，看起来士兵都在睡觉，哪里有士兵在睡觉？哎，都没有在里面，哎，都在帐篷里面睡觉。看起来士兵正在睡觉，这里好荒芜哦。瓦格纳，查米女士，不该让你看到我这样的。没关系，我看得见你的内在美，这就是美女与野兽吗？嘘，安静。要怎么样才能打开这个笼子？哎哎，我有一些开锁工具，因为我童年过得很艰苦，我得将它们藏在什么啊？瓦格纳多美的名字啊，把它用箱子运出去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被抓到了！你来啦，查美女士，我有很多，全都被你搞砸了。儿子本应该是个光荣骑士，现在我再也不需要骑士了。于是他决定成为一个作家，多可惜啊！这就是你炸毁的通道，都是你的错。这并不是我的错。大爆炸过后，我们重新的计算。我以我们的黄金角，哎，我以为我们的黄金角没这么准确，所以全都是借口。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先是这个东西，然后是你的探险。你们都是些叛徒，你可能还是个女巫。我是裁判所的人。我有保人保护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杀了我，请放了我女儿。父亲，我不能抛下我的父亲离开，还有这个年轻人，我在法院有关系。哎，他们重修就好了，欸，可以放过我吗？拜托，哈哈哈！法院，我是国王叔叔，我是国王的儿子瓦格纳。闭嘴，我承认，瓦格纳。无疑太让人失望了，但这对他来说太过分了。我可以证明我有尾巴，左边有胎记，他应该就在我的毛皮下面。我知道了，我要杀了你们所有人，让你们尸骨无存，没问题。我可以帮你清理尸体，司令大人。哎，我怎么左右倒啊？看来我就是这个结局。原谅我女儿，我无法改变我所做的一切，但现在你就是我的全部。父亲，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日就是我找到了父亲，我找到了真爱。瓦格纳，让我亲亲你。哎哎，一吻，不会就像那个吧？哎，屁啦，美女与野兽也不是这样演的啦。父亲，是我差一点就杀了你自己的孩子，但我原谅你。我跟你做一笔交易，我会成为骑士，但你得放了其他人。听起来很公平。至于你老家伙，我跟你没完。现在所有人都可以走了。瓦格纳，你们青蛙王子、美女与野兽演得太夸张了，不要伤心，我们很快就会在一起的。拿这条项链，我觉得它属于你。我用我父亲的名义买的。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哎呦，瓦格纳，欸，恭喜你抱得美人归啊！我们全部人都出来了，似乎有了很好的结局啊！我不知道，我的年轻人，我觉得我们能有许多问题。瓦格纳平安活着，来吧，父亲，我想看看你住的地方，还有你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？那条项链，我需要回到爱人的身旁。似乎已经帮到我了，希望现在他也能帮到你。得拿去吧，年轻人，我还是私下从我的旧东西找到了黄金角，经过商量，这东西归你了。谢谢，我六个都拿到了。你长得像你的母亲，但我和你一样聪明啊，哈哈哈！你们有吗？你们不都靠我吗？哎，化作一层烟，消失了。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就去那个，就去那个什么女巫岭，女巫岭，女巫岭，我来了，
制作发射器。有了，有发射器了，制作枪管，完成了，我可以走了，是不是？准备就绪，但是然后呢？哎，要怎么把传送门打开？哎，所以你要离开吗？对啊，我要离开了，我都准备完了，我得回到我的爱人身边。我现在很伤心，我会想你的。我也是伤心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传送门不只用于穿行，还能让你愿望成真啊。看来我的愿望出了问题。你好，我的朋友，我们是来道别的啊。你们怎么知道？好吧，我们逐出了小镇，我们被小镇逐出了，一个在皇家法院，另一个是高级教室。现在委员会看起来很可疑，我去了酒馆，然后劳伦斯觉得你在这里，但在离开之前，我把小镇一半的人都逐出了教会，哈哈，现在唯一的官方教会就是墓地旁边的教会了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接管教会和菜园。如果你愿意哦，符号开始闪耀了。哎呦，第二个符号闪耀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又有人出来了。哈佛地塔。我们艰难的逃出小镇，司令官大人利用了他所有的势力来毁谤我们。坦白的说，想办法把我们牵制住并不难，是小镇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死人站起来了，审判官大人被指控是异教徒的头目，现在正是可怕的时期啊。主教将小镇逐出了教会，这是他们自找的。我们打算灯塔里先躲躲，也许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联络上瓦格纳。我跟你说过他会来的。我知道你打算离开我们，我的朋友。是的，大人。情况很糟，越非常糟，诅咒只会越演越烈，我们无法阻止他。可能太晚了。我应该会很喜欢这里，但没有我。我们要在这里定居，重建我们的老房子。这个地方神圣而不受诅咒。现在也是，我们将迎接一个精彩的时代，一切都将改变。我将为我们的安全祈祷。都亮起来了，灯亮满了，那传送门开启了，应验了，终于我的愿望成真了，我将回到我爱人身边。亲爱的，等一下，爱人过来了，我的爱人啊，结果啊，等等，是他吗？僵尸天那在那里北部入侵，与商人一起乘船，见鬼了，小镇从来没有见过小镇，我很失望啊，他们就是一船贪婪愚蠢的资本家啊，就这些东西他们会制作许多 DLC 来赚钱的。什么东西啊，你说的没错，伙计，我们去喝杯酒吧。得我胡萝卜马提尼。什么东西啊，这样就结局了，他们会制作很多 DLC 再来捞钱的。太好笑了。好了，我们那个牧场物语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想不到是我的爱人穿越来这边，不是我穿越回去耶。我们就要在异世界继续活下去哦。总之能跟爱人在一起就好了，好吗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以后再会，拜拜。